兰非常非常喜欢那个，应该算是《末日审判》，因为其实《末日审判》它在全世界有非常多不同的版本。然后我有《末日审判》，因为它我知道那个时期蛮多作品都会跟宗教有一些直接的关系，他们都会那个圣经啊的故事出发。那就这么刚好，我最近就是在疫情期间一直在读圣经，然后所以它有一些故事就可以直接的。知道哦，为什么他会这样画？就翻历史的时候，他其实因为曾经有一些对历史有帮助。最后的晚餐这幅画是比较熟悉的，听说它还可以变成音符，就是你把五线谱放在上面的话，他们的十二个门徒的图会变成一个音符，所以然后弹出来会是一个蛮诡异的多重和声，所以今天看到这个画而且是这么大幅的，我就觉得很棒。听说他变多小时，我之前去碰那个罗浮宫的时候，包包就被那个吉普赛人翻了两次，而且他是明目张胆的，就是我背的包包，然后我就感觉那个包包那种拉链声，一回头然后是一个女人，妈妈讲话叫啥声音去，就看了他一眼就跑掉，他想说哦，怎么会有这么嚣张的行径，把包包拉到前面来，然后继续走，然后看到下一个的展出的时候，就明明这么轻，就一只手从你的腰间这样穿进来，拉开你那个，就是硬要偷，然后后来我就认真把我的钱包塞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，然后拉起来抱着包包，然后那个钱袋在走掉。他就是他不怕让你看到他要偷你的钱，就超厉害。所以我记得那一次，我不说我是两次，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就一直在防那个小偷，第二次刚好又看到了。虽然就是对于我来讲说，这些很浪漫的地方一开始都不是很浪漫的地方。应该比较常被搭讪，台湾本人。然后之后，我最被搭讪可能就是我是讲的标志亚洲人的地方。对，就是跑不了。即便在路上很狼狈拖的行李，都有人问我要不要帮你拖。有什么？帮你拖行李？需要帮忙？就是你。对，我没有想到，他们看起来都还蛮帅的，是他们的伎俩。OK， 欧洲是有被打死，就是还蛮世上。你的反应会怎么样？会先看长相，我会去买明信片，然后寄回来。还蛮喜欢收藏明信片，但是不是买回来，是希望我买一次，对，就希望去哪里都可以寄给自己，然后你人生就不用特别，因为你以前都会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但是明信片有点像是。帮你记录的人是哦，你去了哪边？他跟我们在社群分享会有不一样的意义，这样子。明信片吧，也会顺便寄给自己的好朋友。我有一次是去那个我有一些西藏的朋友。西藏。然后我想那时候在那个故宫有一个展览，然后我想说带他去看一下他们的东西，结果我们就满心期待的带他去看，然后觉得他应该会很喜欢，结果他都一直在那个展览的外面，他说哦，这些就是我从小从我家那边搬过来的，也没什么好看的，对他来讲没什么好看的，但对我们来讲就觉得哇太棒了，太棒了。